来，元宝，量量体重，元宝去新家前的头一天，1916克呢。快4斤了。你才3个月多几天，你就快4斤了。你这大体格子，大身板子，哎呀，能吃啊？能吃肉，能喝奶。好了，这么重，到新家，新主人多开心。元宝坐上私家车奔赴新家，放心吧，我们为你选的新家和主人只会让你更幸福。虽然我们分别再无相见可能，但我们一直会通过手机视频关注着你幸福喵生。分别时，我们的心会很疼，但只要你在新家过得幸福，我们就会觉得这短暂分别和心痛就是值得的。哎，去找新主人了啊！牡丹江的宝贝上车了啊！啊，那别热的啊，要热给弄点水是吧？康宝，看看镜头。元宝到新家改名康宝，希望他永远做健康的宝贝。瞅镜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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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看看你的玩具，快！哎呀，还是不精神哈，困的，是不是？康宝刚打完疫苗，精神还没恢复呢。你看吧，康宝，我一吃饭坐那凳子等着呢，看看愿意吃馒头，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吃不吃馒头，看看呀，我得喂他嘴里才会吃，不喂嘴里不会吃。哎，上来了，吃上了，你看看没有？这叫馒头苞米，最爱吃。我们家康宝还等着呢，坐下，不能去上盆里抢，坐下，康宝，哎，坐那等着，坐那等着，一会儿给你鸡蛋黄吃啊，别着急啊，再给你拿鸡蛋啊，吃吧，你看没有，那鸡蛋清。那吃起来很好的，我们康宝太能吃了。哎呀哎呀，再给你点鸡蛋黄吃哦，来吃吧，看看看多能吃。早晨我家那个喂的牛肉，鸡蛋都喂完走了，这会儿我吃点啥？刚才我吃核桃仁，我又给他一点儿。没有咸蛋的都可以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康宝，看看镜头，康宝，看没有？这桌子哪儿都想要上，不许上桌子，让你上的桌子坐凳子吃饭就不错了。坐下，去坐下，康宝，坐下，又不听话了。哎，对，坐下等着吃啊。苞米现在还没热呢啊，在电饭锅里，一会儿再给你拿啊。那小嘴喵喵的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啊。康宝，哎呀，我们康宝逆着灯光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小玩具好了哈，你看现在这灯光好了，哎呀，我们康宝，看看我们康宝的新家。多漂亮！我们看过，每天在这玩具上玩。哎呀，哇，就是逆光。康宝转过来，来，对，康宝转过来，转这儿来。哎，康宝看看妈妈，康宝喝奶奶。哎，小脸转过来，一说喝奶奶就转过来了。喝奶奶。哎呀，康宝，康宝喝奶奶吗？康宝，哎呦，哎呦。他会听声的。康宝，哎呀，我们康宝那大眼睛，哎呀，把脸露出来呀！你还转发转不了，还露爸拉脸。好了，如今康宝长成这样了，大腮嘴巴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康宝长得帅不帅？给康宝养得这么好，为康宝的主人点赞吧！最后代表粉丝感谢康宝主人提供的视频。